互相比美 P 图丑化，业余艳压大戏好精彩呀。大家好，爱看乐子的小芳上线啦。咱就说果然人一多的地方呢就容易扯头花儿啊。前段时间呢，人敏卢玉晓就 battle 上了，两人和秦岚呢一起参加了个活动。这边呢两正主还没啥事呢，那边两家粉丝已经大翻天了，还专往对方的痛点上踩。一个说对方去头可食，一个说对方仪态拉垮，是要在美貌值这块分出个一二三来。之前呢，赵露思也越级碰瓷了一波张柏芝，两人出席某活动同台，转头啊，赵露思好美就上了热搜，粉丝大喊姐姐可以摘着普女的帽子了，和张柏芝同框一点不输。确实，那场活动的露思状态妆造都不错，看着年轻元气满满，但24岁的她和43岁三娃妈的张柏芝比啊，多少有点不讲武德喽。不过呢，这点腥风血雨还不够看的，要知道八五花和他们之前的明星们都是亲自下场 PK 的。当初呢，刘诗诗和倪妮合作《流金岁月》，两人出席活动啊，都卯足了劲儿。刘诗诗一向以人淡如菊的气质取胜，天鹅颈是她的取胜法宝。两人一同框，嘿，这还都跟天鹅颈较上劲儿了，生怕落了下风。表面上呢是亲亲好姐妹啦，实际上呢都是在不动声色的发力。这边倪妮啊昂着她高傲的脖颈儿，那边刘诗诗绷得全身发力，看看啥叫优雅，这就是优雅。八五花几乎个个言罢，同样都是大美人，在同框 PK 的时候啊，就值得好好的说道一下子喽。之前呢，晚会活动就上演了一出好戏，座位要隔着胡歌这么个防火墙，刘诗诗、杨幂、Baby 三美对着镜头笑，镜头里的刘亦菲呢，留下半张冷淡的侧脸。大合照的环节啊，刘亦菲早早的站好位，杨幂、Baby、刘诗诗却在一边上演起谦让大戏，你来我往一通比划，半天过去了，愣是没一个人站过去。最后呢，还是胡歌插杨幂和刘亦菲的中间了。同样的孤立戏码，之前的四弹双兵也上演过，那回的防火墙还是黄晓明。几位大花同等舞台，周迅、章子怡、小燕子勾肩搭背，你能我能的上演姐妹情深，把旁边的范冰冰晾在一边。但有一说一呀，虽然处境很尴尬，但肤白貌美大高个的范冰冰和他们一比，还是美得不像一个次元的。章子怡和范冰冰合作电影那会儿啊，艳压 PK 的戏码也层出不穷。出席红毯呢，两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抹胸，但很显然，章子怡还是没比过红毯战绩丰富的金锁。从礼服吸睛程度到肤色，再到身高气场，张娘娘全方位的落败。电影大女主混成红毯小配角，而在某个无人在意的小角落，气氛比重挺高的林心如差点查无此人，礼服暗淡，站位边缘，和金锁的主仆关系掉了个个儿。范冰冰的战斗力可不止于此，和李冰冰的黑白冰冰之战啊，更是一场抓马大戏。两人共同出席活动，台上气氛融洽，台下硝烟四起。活动结束呢，双方的工作室放出合照，修图都不给对方修，甚至呢还来了一把恶意 PK， 生怕别人不知道两家不和。仗着先天条件优越，金锁在这类艳压场合所向披靡，但就怕对手不讲武德了。他唯一一次艳压失败是输给了网红婉婉。照片中的婉婉呢，松弛优雅，妆发慵懒，对比之下呢，范冰冰显得很没气色。结果呢，还没得意多久啊，就被范冰冰的大巴直接点名，提前泄露未公开的拍摄物料。据爆料细节称，范冰冰的妆发才做到一半就被拉去合照了很久。不光如此啊，婉婉还只精修了自己，选择了别人不好看的角度。婉婉的艳压受害者可不止冰冰呢，圈内甭管气质多出众，颜值多高的女星，遇到婉婉都要黯然失色。和舒淇比松弛感，这两人拍照呢，他躲在舒淇身后，舒淇的脸蛋是他的1.5倍大，姿势还没他舒展。这不，这局的婉婉又赢了。倪妮呢，也是他的手下败将，他发文称很高兴倪妮爱艺术，还有自己的见解，一副老是欣慰的语气。搭配的照片呢，从肤色到头围到气质，倪妮全输了。估计呀，倪妮也很不爽，过去9年了都没搭理婉婉。和杜鹃比气质，和刘雯比腿长，和杨采钰比肤色，所到之处婉婉所向披靡。就是内娱不长眼，这么美丽的大宝贝儿居然没被挖掘当明星。那么咱婉乃真实脸蛋大小究竟如何呢？咱们拿苏芒来控制变量法一下吧。这是和舒淇同框，明显啊苏芒的脸蛋要大一圈。这是婉婉上综艺节目和苏芒同框，没有 P 图美颜找角度，脸蛋看着比苏芒还宽。
而咱们的苏芒呢，也是搞艳压的好手，晒自己和一群名女人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她穿着亮黄色的礼服，相当吸睛。结果呢，转头就被陈凯歌的前妻洪晃打脸，调侃苏芒因为自己不美被开除合照权利。而在洪晃放出的合照里，苏芒只能算靠边站喽。奈何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下一次又轮到了苏芒被嫌弃了。在好姐妹章子怡的照片里，她和一众明星星光熠熠，苏芒只配在左下角露出半边衣服，不要太惨。说到这脸啊，不得不提2017年的芭莎慈善夜大合照环节，各路女星的艳压戏码不要太抓马，大咖云集，谁占 C 位就是一门学问。范冰冰、李冰冰、章子怡等冤家同台，还有刘嘉玲、李宇春等大咖，各路人马暗中较劲，分毫不让，却便宜了那会儿才复出咖位不高的张韶涵。张韶涵在 C 位呀、是坐立难安，还被苏芒再三呵斥。而一旁的章子怡呢，虽然没在 C 位，却拿出了 C 位的气场。拍照声音一出，战袍已经准备妥当，八一表情、定点 pose 一气呵成。这波话题女王稳拿手中。沈梦辰早期也爱搞艳压这套，虽然站在边上，但气势很足，和超模刘雯比腿长，对方的表情还没摆好呢，这姐姿势都凹好了。合照一出，骂声一片，沈梦辰被动反省自己。内娱的艳压抓马事件啊，层出不穷，看他们为了吸睛博眼球，花招频出，乐子不要太多喽。